最好吃的话就就个馒头。这个怎么卖的呀？这儿有酱，看要啥样的。这都是放吗？这儿有加面的，加面的就那两个面条，还有凉皮儿，然后加菜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俩面，别的都放。哦，我要加菜的。加菜的16啊。好的。忌口。啊，没有，能吃辣。微辣。啊，都放辣。都放辣。嗯，这是凉拌的是吗？对，凉拌的，没吃过。没有。有熏的，有卤的，有炸的，还有铁板的，这是烟熏的。你是哪里人？河南的。河南的。对。啊、洋葱，豆皮。这是苦菊。哦。这是东北的是吗？沈阳的。我人不是，东西是，我们家亲戚是沈阳，我这给别人打工。哦，介意吗？不介意。老板长得挺帅的。我92的。嗯。辣椒够吗？再来。啊，可以，可以了。够了。嗯。哦，这都是干吃吗？还是在买主食之类的呀？啊，这个最好吃的话就就个馒头。哦，合我的胃口，我喜欢吃馒头。酸甜的爱吃吗？那、可以、啊。拌面就可以当主食，拌菜一般就下个酒。那像这儿的学生的话，一般吃什么的比较多呀？拌面。那你再给我加点面吧也行，可以加了吗？现在还可以加吗？可以加，加2块钱。行。哦。学生吃面的多。我天哪，这分量这是。回去吃不完，先挑这个吃。这个一晚上，明天早上该泡大了，别的就没关系。行，我这个多少钱？18。好。你这儿没有卖馒头吧？我这好像没有。好像没有。没见过有卖馒头。板机夹、打叉粥，还有我一个馒头。哇，它这个辣椒特别别，也特别辣。你们指的感觉我吃很多吗？我感觉还好吧。想做点的话，一碗那个牛筋面十个蒸饺，比正常女生稍微饭量大一点。但是你想，我晚上现在干了个减脂，然后分拣嘛，就特别累。我感觉我这饭量还行哈。我晚上还要去上班呢，所以我都一般喝点咖啡。
我感觉海底捞有一股我受不了的腥味儿。就剩鸡架了，我要慢慢啃了。